据相关媒体报道，7月5日上午，韩国女歌手泫雅从仁川机场启程飞往了中国台湾。照片中，泫雅身穿清新的蓝色吊带紧身连衣裙，腰肢纤细，双腿又长又直，性感爆棚。挎亮色包包，穿白色高跟鞋，显眼极了。无意间看向镜头，对镜头比心，十分亲切。但是脸部丰唇整容明显，颜值明显不如之前了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